大家好，我是阿雄。今天晚上我跟福哥两个人然后来到这个新都区的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啊，这里是一个夜市，而且是在桥下面桥洞里面啊，非常的有特色。大家跟着我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大家看这里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啊，这里可以停电动车，还可以停这个小汽车啊，前面停了好多这种小汽车，都是来逛夜市的。然后这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就是这个夜市啊，非常的热闹啊，里面有好多摊位都是卖小吃的，里面很多小吃啊，这里面好多人啊，看见没有啊，都是来这里吃小吃的，吃美食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卖了些什么美食吧。看这里进来第一家就是卖这个串串的，这个肉串有没有看见啊，非常的热闹啊。我今天是跟福哥一起过来的，现在福哥他一个人关到里面去了啊。这里还有卖这个凉菜的啊，这家都收摊了，这家好热闹啊。看这旁边坐的全都是来这里逛夜市的，都是来这里啊喝夜啤酒啊，吃美食的，非常的热闹啊。还有一些小龙虾，哇，这个小龙虾都卖完了。这里是桥洞啊，新都区的一个桥洞啊，桥洞下面这里有很多摊位，很多人在这里吃美食喝夜啤酒，非常的舒服啊，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生活。福哥说的他也想来这个夜市等一个摊位啊，看能不能创业卖点什么东西啊，因为现在福哥没有上班了嘛。哎，福哥你好。你好你好阿雄。哎，听说你想在这里摆一个摊位啊，就是啊，你打算卖点什么东西啊？打算卖点什么东西？你好，看一下嘛，卖点龙虾嘛。卖点龙虾。卖龙虾嘛。啊，有没有粉丝朋友给福哥出点主意？看这个夜市这里卖点什么东西好啊？啊，看这里人流量这么高，卖什么小吃啊能赚钱？今天我们来的有点晚了，现在已经快11点钟了，有点晚了，但是来这里逛的人还是挺多的。啊，这里是新都的皮河大桥下面，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这里逛一下嘛。